刚你们来不及，也不用退票。为什么？有没有两个人的？这边有多两个位置。随身物品掉落在轨道上，东西掉了，不要紧张，不要跳车去捡。到车站的时候跟我们站助人员讲，我们想办法帮你捡。好，那第三点啊，茂兴车站比较小，地上有一条黄线啊，各位来宾看见火车来的时候，麻烦各位来宾主动闪避火车。Shut up!
为什么哭呢？明明抚平了伤痕，好好过我的人生，却不是因为你狠心一句最近如何。谁能